喂我食嘅應該可以。咁係咪有時都除咗小中學啲人都係啦？咁除咗親子活動之外啦，親子活動通常係 party 啊，或者做啲小遊戲為主嘅。咁、去到可能中學、小學就會係一啲主題性多啲嘅講座或者班為主。咁、就可能係生物向啊，一啲頭先講嘅同理心啊，一啲個人成長嘅嘢啊，或者係保育上嘅議題啊，都會涵接到嘅。但係其實都係即係唔同葫蘆啊，唔同藥啊，即係個框架都係講解動物、接觸動物嘅，但係純粹個主題性唔同，咁可能高呼嘅東西有少少唔同啦。即可能保育向多啲嘅，咁我咪要講多啲一啲瀕臨絕種動物啊，或者一啲嗰啲叫咩出入口嘅條例嘅東西咯。咁純粹可能生物嘅就我講深啲咯，即可能有啲蛇原來唔係生蛋，係屙 B B 出嚟嘅，咁即都會有唔同嘅方向去介紹佢哋嘅。哇，咁啊，即係會俾啲蛇你接觸下，係咪通常佢哋都 O K 嘅？中學生咧，我就未必一定逼佢哋接觸嘅，但好多時都係驚下咧，見到過到店就出嚟店嘅，因為始終你青春期好型噶嘛，男校嚟啊，女仔都會有噶。我想講我教過咁多，即係我即係幼稚園到大學都有教，最難搞即係初中男生。因為他們真的很害怕，而且我教過最極端的班很害怕吧，不害怕就是害怕，真的害怕，都真的害怕。初中男生他害怕到怎樣呢？我最誇張的那次中一來的十個內站在張椅上面尖叫，笑死我，沒那麼誇張啊。我想現在看這個節目，因為我經常跟他說，因為那個小組來的，我見過我一次，我跟他說你暫時都還是紀錄的榜首，真的很誇張。有兩個的小判官嗎？是因為一來沒有女仔在，他們可以即更加不受影響，二來即男仔整班真的以我班月這個要嚇他啊。我只是跟他說我未見過小朋友都沒有你這麼誇張，跟住我嗌到咧，我耳膜都穿咗次，我好記得我啲細個畫面仲係。我冇諗過佢男校啲乜嘢。跟住個肥仔係驚到塊面紅曬，即係我即係你唔好嚇佢，我驚佢心臟病發，好好笑。我冇諗過男校啲咩睇喎。係咁係啦，我想話大人其實都有機會喺當中有學習啦。咁呢個活動咧都好特別嘅，呢個係因為其實而家康照嘅活動咧，通常都係判曬俾我做嘅。咁咁呢個就一開頭我哋就唔係俾康照學生接觸喎，係俾佢哋嘅家長接觸，即係希望透過一啲唔同方面嘅教育咧，等佢哋嘅仔女有唔同嘅學習。咁呢次就係同家長去即係叫做半交流咯，即係好似俾你參與嘅同事，其實佢都有啲唔同嘅 feedback 俾翻我，覺得哦呢樣嘢係適唔適合小朋友接觸咧，或者我有啲咩方向係可以更加令佢哋吸收到上堂嘅知識咧。咁但係多時候覺得特殊學生咧係唔適合接觸，咁其實開頭我都有狂想，因為本身我係做 SEN 先嘅啫嘛，咁都叫做主流學校嘅學生啦，佢都做特殊人士啦，我會覺得啊，你會唔會 control 得難啲或者好驚咧？但係發覺唔係咯，佢哋反而仲比主流學生係更加細緻，佢哋會更加細緻去接觸啲動物。評判係啊，佢哋唔覺得啲嘢或者佢啲外上都係識喐嘅嘢，即係佢都屋企有養貓狗，佢都對啲貓狗好好。係，我諗佢哋全部都係咯，佢唔會有啲印象，一啲唔解印象係啊，反而我都覺得我表弟唔會驚喎。如果你問我，呢度就幼稚園啦。係啦，幼稚園因為特別係近年，因為好似政府今年撥咗啲資源去做幼稚園嘅自然教學，咁就開始越嚟越多幼稚園去揾我啦。因為本身可能幼稚園都會覺得呢樣嘢老師好驚啊，老師好驚孭飛又好，或者整親學生又好，同埋老師都好驚自己好驚都有嘅，係啦。咁而家就多咗個接觸，就原來佢哋都更加多機會去認識。呢個係 Alabama 嘅 Ball Python 嚟。係啊係啊，呢個係其中一個，佢個基因叫 Crystal， 因為球蟒嘅基因好複雜，大概六七千種嘅，咁好多都有白化嘅基因喺入邊。而家係咪你陪咗？但係呢只幾靚喎？係啊，Crystal 係淡色啲，有少少印咗黃黃白白的。Oh my Crystal 啊，真係啊！我哋不如下一節啦。其實阿 Adam 咧做第二個身份，下一節去探討埋第二個嘅身份。